餐饮业来到了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的战场。一场全球性的疫情冲击、让整个消费的这个模式加速的颠覆了，更多的人也在这个时候涌进来餐饮这个行业，令到餐饮业原本很热闹的餐饮业更加是号角处处、战鼓齐鸣。我在疫情期间写了这本餐饮的书本，起名叫做《餐战》，主要是谈到餐饮赚钱背后的这个秘密，它是餐饮人必读的一本震撼奇胜之书，欢迎大家订购，谢谢，我是高俊宏。